战僵尸之庆流年。我觉得庆流年这个名字不够凸显出我范昊天的气质，不如第二季就不要叫庆流年了吧。啊，不叫庆流年那叫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希望这个剧名能够通俗一点，而不要那么深奥。啊，我懂了，那就叫爸爸父亲爹，或者谁都不要惹范闲，实在不行就叫做范昊天励志传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不行不行，这些名字实在是不够现代化，我希望能够出现点现代化的词语。嗯，现代化？那就叫我和我妈的男闺蜜们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还是叫庆流年吧。新剧名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